有有哎，不要你请，等下等下不要你请。来，咱这是第三回。有有，好，你跟他讲。三线杯呢？哦，三线杯。三线杯应该得优惠啦，你得加优惠等于，可以吗？有无？对啊，有无？优惠啊，优惠啦，优惠啊。哎。哇塞，这么贵！哎，那个优惠啊，不用得不？来得到。当现在这个福州，福气啊！来，我问你干啥？你养猫啊？福州哥，那就会看见这些。来，来，等一下啊，再过来。那个我帮你过了。会大概你也得好比你讲，你到豆苗你有五斤，五斤，即个五分量。啊，这是个讲这理论，意思讲这是第六印象会现在还唔知影，所以因几个过来，意思讲叫安就过。还有多少兄弟啊？康熙中龄大庙，伊即摆咧讲，对，伊就是讲中龄大庙尔。啊，伊即摆他拄仔是明天要写去康熙中龄咧。对啦，啊，伊在讲讲说，我重修康熙中龄大庙嘛，伊叫中龄大庙。哦，啊，是是，这叫大庙。这个放中青的。